所以非常欣赏这种计划。然后下一个是 Sean， 然后请哲伟准备。好，那大家好，那个我是一文活水向哪流的这个提案的负责人之一。然后今天没有提案，但是这专案之前提案，它是一个在爬就是台湾国议会啊、文化部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艺文单位的补助资料的一个专案。那目前的成果就是已经爬虫已经写好，然后有把文化部和国议会，因为他们这两个单位的资料比较有格式化，比较完整，虽然不是很好释出，但至少比较好爬，所以目前我把它爬出来，然后因应一些国际交流的，就是艺文环境有很多国际交流的专案，所以就用一些国名之类去筛专案，然后去跑了一些图表这样。那大概就是比如说像可能在过去可能亚洲比较多，到后来欧洲也跟着起来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资料就目前大概就是国议会和文化部有爬出来，然后国际交流补助大概在2023年之后就有大量上升，像这样子的资料就是有被整理出来就很棒，然后会再想想这些资料要怎么用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